嗨，蛙仙！最近因反骨男孩的孙生提报一番想诈骗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也因为这部提报影片才了解，原来商家为了赚钱可以用这种手段来欺骗消费者。但其实从有这种抽签游戏开始，传出有类似相关诈骗的事件就从来没有停过。想花了十几万被骗了，里面跟我没有大奖。这绝对是犯罪，兄弟们！2017年，日本知名 YouTuber Hikaru 就曾拍影片踢爆过日本祭典上的无良商家。首先，他在祭典上找到了一家抽奖的摊贩，可以看到摊贩店前摆满了当时最火红的 Switch 游戏片以及 Switch 的主机。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就是抽数字而已，一次300日元。店家表示签里面的数字有1到100，抽到61以上的话就有指定的游戏，81以上就可以兑换店前摆设的任何一个游戏片，而抽到最大奖100的话，就可以从 VR 设备跟 Switch 主机里面任选一个兑换。店家还附上了当时在日本最红的搞笑艺人，表示大奖绝对在里面，请大家放心。在了解规则后，皮卡鲁就开始他漫长的抽签之旅。皮卡鲁先是从3000日元开始10张10张的抽，但付了几次钱一直没抽到的他，可能是觉得中奖几率太低，实抽太慢了，开始直接付10000日元，变成30张30张的抽。但又抽了一回，不说没有抽到100，连61以上的 B 赏都没抽到的他，也开始起了疑心，首度质疑了店家。店家表示前面的签可能已经没有大奖了，不过后面还有许多签。伊卡鲁这时就请店家直接把钱拿出来，他想要把钱全部买下来，然后开始3万3万日元的砸，100张100张的抽。但抽了上百张，一样一张61以上的数字都没有出，他也开始多次向店家质疑，也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替他声援。随着人越来越多，休息的店长也跑了出来看了状况，就花了150000日元买了500张的 Hikaru， 1张61以上的 B 赏都没抽到，而店长也只表示最后 Hikaru 没有拿回钱，也没有报警，只是说了几句气话就离开了。之后他也陆续拍了其他踢爆不良商家的影片，获得了不少人的关注。而在2014年，在日本其实就有节目针对祭典的摊贩做出相关的企划，节目组针对不同摊贩找来了3个不同的专家挑战，想看看在这些行业中顶级的专家可不可以成功赢得摊贩的奖品。首先是日本的射击游戏，节目找来了军队中教来福枪的教官来挑战，经过几次失手后，教官开始找到准心，最后在用了日本祭典专用的射法后，好不容易把奖品打倒，结果老板却把盖着的说明栏翻了过来，表示往前倒不算，让大家一阵错愕。只要有一点基本物理常识的应该都看得出来，以老板的这种摆法来说，奖品根本不可能往后倒，也难怪老板开始时被问到真的拿得到奖品吗，有人曾经赢过奖品吗的时候，只回答やり方次第、お兄さん次第、ことない、やり方次第だから。但是也没办法，规则都是老板说了算，所以节目组也只好继续下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是鱿鱼游戏，里面也出现过的磕砂糖游戏，这是节目组找来的在电视上赢过手指灵活比赛冠军的选手，结果这种等级的路边游戏完全难不倒他，冠军很快的就成功把最难的兔子给磕了下来。但此时游戏还没结束，这游戏一直被人诟病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在成不成功完全是看老板个人的独断。夸张的是，老板在检查的时候还很粗鲁的把成品放在手上转来转去，让冠军忍不住出声表示这样成品会被弄断。最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摄影机在拍的关系，老板在磨蹭了半天才终于承认选手挑战成功。其实整个过程老板是一直看着选手完成的，图案有没有问题其实也根本就不需要检查这么久。不少人就怀疑，如果不是有节目在拍摄，还真的不知道老板会不会这么阿莎里的把奖品给送出去。再来是抽绳子的游戏掉宝藏，这个以前在台湾的夜市我也有看过，总共有33根绳子，一次300日元，而最大奖竟然是 PS4。 这次节目组找来了会读心的日本艺人 Daigo， 这个 Daigo 在日本非常的有名，他在节目中多次借由问话和引导的方式顺利看透人们的内心，他非常非常的少失手。
で、概要書を破って取ってください。自分が食べたいもの以外の食べ物を3つぐらい書きましょう。合計4枚ある食べ物の中から、中井さんが今一番食べたいと思ってイメージしたものを当てましょう。違いますね。喉つぎ。じゃあこちらに置いておきましょう。違いますね。喉つぎ。置いといてください。じゃあもう自分に。あ、もうそれ違いますね。シシオラーメンあげてください。カツカレーあげてください。食べたいのはカツカレーですね。すげー。接着他借由问话的方式跟老板展开了场博弈，选中了他要的绳子，结果后来节目也请了老板示范抽出了 PS4。 虽然这种读心术本来成功率就不是 100%， 但是这个游戏也被许多人表示根本不可能没有作弊。首先这节目是2014年的，2014年的时候 PS4 主机要价将近42000日元，但简单的计算就知道这游戏总共才33根绳子，全部抽过一次也只要9900日元，如果正常抽老板根本不可能会赚钱，所以不少人认为一定是有什么机关或是魔术的手法。讲回一番赏事件，其实在孙生踢爆这件事情之前，就有不少人有拍影片表示遇到过一番赏诈骗的事件，像是商家怕大奖被抽走，导致后面客人不愿意消费，所以会先把大奖拿出来，等到之后再放进去。还有更恶劣的商家，更是会直接把大奖凹走之后再拿去转卖。而如果大奖先被抽走了，有店家就把上一批的小奖跟下一批的钱混在一起，继续给客人抽等等。随着话题被带起，也越来越多人表示在台湾抽一番赏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因为一番赏的奖项位置通常都是一样的，甚至有店家会在邪恶的私密群组里贩售大奖位置的情报。而这种也不止台湾，在日本也有人遇到过。之前一名中国的 YouTuber 在日本抽一番赏，原本抽得很开心的他们也跟孙生一样把整套签都抽完了，但抽到最后发现在一套只有两个 C 赏的签里面竟然抽到了3个 C 赏，甚至他们才发现原来商家把之前抽完的小奖跟新的一批签混在一起给他们抽。商家可能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竟然直接表示你们都把钱抽完了，直接把架子上的奖品都搬走就可以了。之后越想越气的他们回去找了商家理论，并表示不好好处理的话就要报警。事后商家自知理亏，也很干脆的直接把钱退给了他们。这种抽签游戏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在台湾这种抽奖的游戏相信不少人小时候也玩过，除了抽奖品的也有直接抽钱的，这种整套的现在虾皮上也有卖。其实玩这种游戏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买奖券跟乐透一样，一定是买越多亏越多，也知道商家一定是赚钱的，但或许就是这样，许多消费者才没想到商家在已经稳赚不赔的情况下还会用这种手法来坑杀消费者。那除了抽签游戏外，其他游戏又是怎样呢？早期台湾也是有许多赌钱的小游戏，像是之前上新闻被逮的套圈圈诈赌。刚开始老板会先让客人押注他会不会套成功，在人不多时老板会故意失手，等到越来越多人聚集，赌注越来越大，老板就会在关键时刻套中收网，只要10分钟就能进账10万台币。还有有名的街头三张牌，刚开始庄家一样都会让你猜到，但是一样等到时机成熟，他们就会靠着魔术手法收网。针对这类诈术，中国有名的牌王郑泰顺就常常上节目，并成立反赌中心破解这类的手法。在更早期以前，还有这种象棋的街头残局，摊贩会在路边摆出象棋的残局，你只要能够获胜就能够拿到奖金。有良心一点的摊贩真的会有正确的解答，但即使是如此，这些棋局也都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设计，且中间往往也会有许多的陷阱，即使你是专业的棋手也未必能够解开。但如果遇到没有良心的摊贩，这些棋局不管你怎么走都是必输无疑。他们还会找来演员当托，刚开始会故意走错让托赢，等到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你就上当了。就算真的破解了棋局也不要太高兴，你拿到的也有可能是假钱，甚至在你赢的时候托突然大喊警察来了，让摊贩跑路也是常见的手段。之前也有新闻就报道夜市掉瓶子的游戏，老板看到会玩的客人就直接把钱塞回去不给他们玩，但是新手或是已经花很多钱的要玩就没有问题。夜市敲钉子的游戏，老板看到会玩的人也是频频改规则刁难客人，原本说好100块只要成功就可以无限敲，敲到90根就可以拿到最大只的娃娃，结果看到会玩的人就变成100块两次还只给小娃娃。还有在时间限制内写1-600的游戏，小朋友
花了快一个小时写了半天，结果被店家刁难，写的数字有修改的痕迹，让小朋友的心里从此有了阴影。简单的来说，很多游戏规则都是商家说了算，大家都明白没人会想做亏钱的生意，但是当已经定好的游戏规则还刻意刁难或耍赖，难免会让人气愤。而夜市常见的射气球游戏，有的摊贩也被踢爆会故意调准心，或是气球太软射不破，还有少给你 BB 弹的。套圈圈则是会把平面弄成斜面，这样圈圈碰到了就很容易顺着斜面飞过去，不容易套中。而随着科技跟资讯的发达，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店家跟手法在这些年都陆续被踢爆，但只要有钱的地方，这样子的事情就不会停止，只是会以不同的手法出现。在前几年手游刚盛行的时候，就跟摊贩的抽签游戏一样，这些氪金的项目也都没有明确的几率，玩家也只能被当肥羊尽情的宰割。直到日本订定了转蛋法，台湾也跟进后，这种抽奖氪金的行为才算是比较公开。但即使是这样，台湾还是有公司在几率都已经明确表示与别的伺服器一致时偷偷更改几率。不过当然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世界上还是有不少正直且诚信优良的店家，而且也是有消费者玩游戏作弊被店家抓包的。只能说身为消费者的我们，玩抽奖跟赌博这种有风险几率的游戏，除了要小心提防，有正确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像是如果遇到牌王郑泰顺这种高手，这次一番赏的事件就算孙生跑去包签并录影想要抓包商家，到最后也只会被各种手法骗得团团转而铩羽而归。这也是为什么郑老师要跳出来反赌，公开这些手法，并跟大家宣扬要大家健康娱乐的原因了。我是阿贤，我们下次见，拜拜。